借500万打工还债，结果还摊上事儿。我一个月给你开15000，你不在我公司干，你跑这儿给人来洗车，为什么呀？你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，你说实话。我自己事我自己处理，不用你管，你又别来找我了。我是你女朋友啊。现在不是了。下了是吧？洗好了吗？洗好了，美女，洗好了。来，钥匙给您。师傅，我这活干怎么样？漂亮吗？还得跟师傅多学着点。哎，你们怎么洗的？怎么把我车给划了？这不是我们弄的吧？这不是我。进来之前，这车可还是好好的呢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玛莎拉蒂，就这么一块漆，修一下得50000呢。5万，你可真敢要啊！哎呦，土包子，你一个破洗车的，这辈子都开不上这车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要给我赔钱、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赔你什么？对、陪你在这唠嗑吗？好，你们两个大男人看我一个女孩好欺负是吧？行，我叫我老公过来收拾你们。你叫谁呀？我叫老公把你们店都给你们砸了。等着，前店长也不在，怎么这个？哪个小崽子欺负我女朋友啊？快乐，李快乐！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王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高中同学，当年在我们班里那可是名列前茅，是这词儿吧？哎呀，人家学习可好了，跟我们这些整天坐最后一排的呀，那当不上饭，都自己人啊，给还就行了。不是，王磊，这车漆真不是我们划的。我问你话了，臭洗车的，什么？你还有脾气啊？那我就再跟你说一遍。你就是个臭洗车的！别动！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吗？啊！这一整条街都是我们集团的产业。我要是一句话，明天你这个店就别开了。大哥，当年不挺牛逼吗？你看在老同学的面子，来，把我这鞋给我擦干净。我就不给你记住，快点擦呀！这个李快乐，你都湿透了，怎么回事？王磊，这车漆真不是我们划的。问你话了，你就是个臭洗车的！这臭洗车的把我车给划了，让他给我赔钱呢。我监控看了，确实不是我们划的。行了，李海乐，还是有点本事的嘛，还认识这么一富婆，软饭都吃上了。那正好啊，他把我们车漆划了，你来替他赔吧。10万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刚才不是说5万吗？这个车看有点眼熟啊。这样吧，该我们赔肯定要赔，这个钱我替他出。不用你看看。看看你这小富婆多明事理啊！你打个电话。哎，你帮我查个人。王磊，你就是王磊。对，我就是王磊。那你接一下吧。喂，谁啊？刘总。我在这儿呢，刘总。啊？站在我旁边的是咱集团的董事长，钱总。啊，别，刘总，你听我解释，刘总，喂，刘总，怎么了，老公？我被公司辞退了。啊！钱总，我真不知道是您，钱总。李快乐，乐哥，乐哥，你看你跟我计较啥？就跟我一般计较了呗。您这咱俩还是老同学呢。这个车漆是我们自己划的，不用你赔了。赔的肯定要赔。这个车毕竟是公司的车，那原版原漆的还给公司。公司的车？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这车是你买来送给我的吗？啊，你个死骗子呀！这让人恶心。你都湿成这个样了，我去给你买身干净了。不用了，钱总。哎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。你跟刚才那美女关系不一般，你女朋友？前女友分了，前女友。你想什么也可以啊，这么好的富婆你不珍惜？刘乐，衣服换上了。啊，是。吃饭呢？正好我给你带了虾还有鲍鱼。我不吃，你给高师傅吧。你还有别事吗？没事的话你就先走吧。没事。
我还要洗车呢。不，今天都排满了，洗不了，哎、排满了。我洗，我洗。不，等，搞什么？你搞什么呀？你也不珍惜，我珍惜啊！我又不比你差。再说了，你不都分手了吗？哎，我。你看你这手，天天泡在水里都熏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走吧，你别再缠着我了，行吗？能不能不要老对我这个态度啊？你走了不就看不到我这个态度了吗？哎，小李，你干嘛呢？哎、怎么不去干活、啊？哎呀，小雨店长，你回来了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老大，我还投诉你们这个员工，还非礼我。小李，你是不是想干了？我投诉他，他刚刚非礼我，还摸我手，我报警。是你拉我手啊！你别激动，这个洗车工今天刚来，我们培训好。小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哎，谁是你女朋友啊？你看哪，新来想占我便宜呢？小李，赶紧给人道歉，要不你别在店里干了。对不起。我不接受。哎，你，哎，青翠。车马上洗好了，就差擦一擦内饰了。不用擦，我走。哎，关叔，抹布给我了。哎，徒弟，你跟这位美女已经分手了，要想表现，咱俩也得公平竞争。我竞争你个大铁锤！我竞争你，还生气呢？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躲着你吗？就之前我那发小借了500万，拿我当担保人，我也没当回事儿，结果他人跑了。现在追债的天天找我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所以你就要跟我分手。你觉得被你连累和你跟我分手躲着我，哪个对我的伤害更大呀、啊？我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图，就希望你能好好在我旁边。结果你现在说走就走，说分就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？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。行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找你，你走吧。下车。青翠，哎，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咱俩别竞争了，我是你师傅，你是我徒弟，咱俩追一个女孩子不合适。所以嘛，你就别想了呀。不是，我意思是跟你说，咱店长还待着呢。啊？这么少，你不怕遇到坏人、啊？那也比遇到负心汉强。东西给我，回来就会拿这个。不然呢？分手东西你要还给我。你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？我先给我重新洗。我先过去帮忙了哈。哎，姑娘，你这车我都给你清洗俩小时了，够干净。干净？哪干净了呀？接着给我擦。你这什么毛病啊？你这是谁给你擦？后面很多顾客等着呢。什么？我们俩洗车还得等多久啊？那开一小时就废了。什么洗车？哎，马上好了，哥，劝你别等啊！他这抹布都湿的，多脏呀！还有他这衣服都蹭到我车上了，一会儿给我重新洗呢。最少也得3个小时吧。3个小时用不了那么久，早点说呀！这不瞎耽误功夫吗？哎，你们可以去隔壁新开那家光亮洗车店，到就能洗，洗的还干净。行。不是，哥们儿，那这单我们不接了，你走了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呀？赶我走是吧？行，我现在把你拍下来，发到网上曝光你们，大家快来看呀！这家洗车店洗不干净，就赶紧走，别碰我！哎，别。我要洗车，美女，这洗不了车，去隔壁新开的光亮洗车店吧。这样。小薛，你把车开到隔壁洗车店去洗吧，顺便再把公司其他几辆车也开过去。行，不是。哦，对了，为了避免你偷懒，洗满3个小时奖励你1000块，满5个小时奖励你3000块。哎，不是，钱总，怎么才能洗这么久？那你就说车没有洗干净，要他重洗呗。哎，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在激励我们员工呢。哎，你这样，我们光亮洗车，光亮洗车店。哦，隔壁店是这么过来搞人家生意的啊？太不地道了啊！到时候别把我车好了。哎，走了呀？不坐会儿了？谢谢美女。你呢？啊，谢谢。没了？没了。你快乐，你大傻帽。哎，你真是个大傻帽。
快乐，你这女朋友细皮嫩肉的啊。千岁，没事吧？千岁，哎，站这儿！你们他妈谁呀？干嘛的呀？想借钱才不容易哈！你欠的500万是你还还是女朋友还？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他不是我女朋友，而且借钱的是我爸，求你们找他要去啊！走了，走了，给我带出来！哎，身体硬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李祥龙，你这半天了是不是？死活就没钱是吧？不要紧。接着呗，你我哎，走，别动，你是你爸小担保人，你爸小没有钱，这事儿落你头上了，坐这儿。我可以别动，你要是不希望你细皮嫩肉女朋友变成你爸小那样，我劝你赶快把钱给我还上，要不然，你别动他，他不是我女朋友，你伤害他也没有用啊。怎么的？那我伤害伤害你？看看你跟你爸小谁更高重？哎，等会儿。我有钱，我替他还。不行，你又不是他女朋友，你的钱我不能要。不行不行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我是他老婆，我们俩在一起好多年了。怎么老老老婆？这什么吹钱骨眼了？你要让我看你被打成那样。对对对，她是我老婆。又是了，耍我呢？没有是。你俩现在就给我洞房去，证明她是你老婆。洞房？你这个大白天都怎么洞房啊？啊！我们去，我们去，我们去。不是你还要在这看着吗？别废话，抓紧时间洞房。哎，赶紧的吧，要不然一会儿你也要挨打了。我这动不动？哎，别打我！哎，看没看见？哎，好，动，这太欺负人了呀！这不都禽兽吗？这就是太欺负人了！这是你啊！不，等会儿，这别玩了！你要喜欢千总，别绑上，我再给你绑回去。不是你叫他千总，你俩一伙的呀？这什么呀？不玩！千总，我刚演的不错吧？那啥时候结账啊？你演了些什么呀？那绳怎么松开了呢？千岁，你搞这些就为了整我吗？啊，找这么一些人这干什么呀？还杨龙，这么图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大哥，你别怪千总，他都是为了你。为我？他前两天其实找到我了，而且帮我把钱还了，就是因为不想让你知道，所以才找到我们一块来演的这个戏。行了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千岁，谢谢你啊，帮我这么多次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害你担心了。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？干嘛去？滚啊！